百年之前，严无敌建立了燕山派，金飞花开创了百花门，两派弟子老死不相往来。若两派无冤无仇，我与周大哥定是人人羡慕的神仙眷侣。咱们两派敌对百年，是绝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的，可偏偏他就出现了，还是落在我的头上。你说两派掌门能结为夫妻吗？绝无可能。江湖皆知我燕山和百花世代不来往，有这样的陈规才是最大的笑话。住口！你竟然为了燕山派的一个外人不顾同门情谊，偏袒萧府。待我当上掌门，一定会使两派和平，修改门规。我愿自主师门，和你远走高飞。我要让两派的经营你成为笑话。大不了这掌门我不做了。玉郎没死，我不许他死。燕山派与百花门被我一人屠灭。要眼睁睁看着你死吗？对不起。君为妻，忘了我吧。聚则生怨，戾气在心，时日久了变成执念。我们这一代人能走到哪一步就到哪一步吧，其他的看你们的了。从今日开始，燕山派不再提防百花门。太好了。你为何要对我这么好啊？因为我喜欢你。谁能想到燕山百花两派竟有守望相助之日啊。